而今天是元宵节，元宵节啊，有所谓的北天灯、南风炮。而最新的画面，我们带你来看台南盐水风炮，昨天正式登场了。昨天晚间进入了第一波的释放高峰，这个盐水街头涌入了大批民众，他们都是要体验被风炮给炸射的刺激感，场面相当壮观。齐射，现场犹如身在枪林弹雨中，相当刺激。南台湾最著名的民俗庆典活动盐水风炮正式登场，随着神轿绕境，风炮齐发，民众头戴全罩式安全帽，身穿棉质外套，全身包得密不通风，来体验被风炮炸射的刺激感。正逢周末假日，人潮相当的多，大小炮城也加码到200多座。为了祈求平安，民众说什么也都要来炸一炸。非常精彩，很震撼。下去炸吗？有，蛮刺激的。还有下去炸吗？啊？有下去炸吗？穿这样子下去。总共绕境的神轿多达32顶，从盐水镇的5庙出发，分开绕境。而元宵节当天晚上，5庙的天宫赐福好运来主题炮城，以及广兴社的玄武炮城，是大家万众瞩目的风炮城，加起来有50万只的冲天炮，就是要让民众玩得尽兴。